哎，老板，昨天那个小老弟又来了，而且还赖在门口不走。凶狠，幼稚，不用管他。可是咱们的好多客户都被他抢走了哦。哎呦我去！暴毙！我去看看去，你捡啊！开业大酬宾啊！ 今天我们这边可以免费一律全部免费，消灭开挂，消灭病毒，好不好？来，免费的，大家快来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，来体验一下，来，两位要体验一下吗？这个免费的哈，免费，啊，没问题啊，好，免费，免费的啊，专业消灭，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了啊！进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二楼有惊喜，二楼有活动了啊，专业的团队贴心的服务了啊，解答您所有的疑惑啊。 您买不了吃亏，你买不了上当。我是免费，我是免费，他是收费，拒绝无偿。免费，免费，免费，那看见可以直接报警，抓到。免费，你干什么你？跟你竞争的吗？跟你比赛的吗？不对，哎，今天在你没看到的时候，已经抢了你五单了，一比一平了。你这是恶性竞争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很良心，有本事你也免费。 你好，哎，您是找开挂公司的吧？来来来，李哥，请李哥。可以恢复吗？啊，可以恢复，可以恢复。啊，我这边呢，比他那边服务要好，而且我这是免费的，来，美女这边请来，来来，美女来这边坐，来，来，请问你今天需要什么服务呢？我不小心把手机里特别重要的照片删掉了，还能？那肯定可以恢复呀，美女稍坐一下，我去帮你拿杯水啊，来，拿走，来，别呛我客户啊。耶！林老师敬你杯水啊。